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如是持复教戒勤修》第781集。我是维智。经文：物复于去，当加卤价，诸有所需，盆器、米面、盐醋之属，莫自疑难。经文的大意是说，这长者就继续跟这个穷子来说话，他告诉他说，你就不用再胡思乱想，想要跑到哪里去找工作了，就在这里好好待着，这里是有吃有喝，不会亏待你，还会善待你，而且会帮你加你的工钱，把你工资调高。那如果你有什么生活上所需要的，这锅碗瓢盆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我得找人帮你把它打点好，帮你准备好，你也不用怀疑，也不用操心的。好，哇，这长者你看对这个穷子多好啊！从故事上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在法的上面就是说，当家卤价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卤价就是从让他从这个有学变无学啊，就能力提高了啊。那这个诸有所需，盆器、米面、盐醋之属。好，盆器就善器铸造品。好，大家都会稍微再带一下讲一下。好，这个米面啊，就是三五漏穴；盐醋之属啊，就六合敬啊。那为什么是这些？待会回来详细讲。那我们来看上人的开示啊，先看他的手札。如是持护，呼召爱抚未免，大爱如亲近处。说其爱语，不能善信；劝其恒修定法，复教戒其勤修诸正道法啊。那这里面一样出现两个爱嘛，爱抚未免啊，还有说其爱语啊，所以是延续的这个爱的教育啊。那谁的爱的教育呢？就是像佛陀，佛陀是世间慈父啊，他爱众生啊，就跟爱罗诃罗一样啊，视众生啊都为一子，都是他的孩子。好，那所以他会用各种的这个，比如说爱抚啦、慰勉啦、说爱语啊等等，去亲近他的孩子啊，不能他什么散漫啊、懈怠啊，善心就是散漫懈怠的意思。那要劝他什么恒修定法啊？恒修定法，恒就是什么很久的啊，永远的，不要离开，因为戒定法啊、戒定慧啊这些定法很重要啊。像昨天讲到是如意足，它也是一个定法啊。四念处、四正勤是自根精进啊，这个啊是如意足是定法。那不只是如意足，戒定慧啊这个定法都要好好来修。那复教戒其以勤修诸正道法，那重要的就是说让他呢不要走偏了，都要走在正道上，走在菩萨道上啊，走在这菩提大道上啊。最怕的是什么乱跑了、走偏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要勤修诸正道法，走在正道上。那这一段手札，他继续阐述佛陀爱的教育的理念佛陀他有慈悲大爱还有这个智慧无量的智慧。那所以他会什么？他会用这些先透过爱的教育来关心这些孩子众生，让他接受那也会劝导他们借机会教导他们要什么恒修定法还有诸正道法，刚刚讲过了这是佛陀他的用心。那我们来看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世间的父亲对孩子的呼唤，知道人生的挚爱莫过于父母对孩子其实父母对孩子都是非常的疼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盼盼望孩子可以有所成就世间的慈父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呼唤他的孩子这描述那种心情嘛父子之间的情那孩子小的时候他会爱他、抚慰他等等勉励他，是不是这样？父亲都这样做，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所以我想都是这样的那佛陀还他有大爱，他视众生如一子，刚才讲过了那不只是人类有情有生命的动物都是佛陀都会爱
那他 就像他爱如喉咙一样、啊、好，那透过爱来亲近众生、啊、这样才可以度他、啊、等等、啊、所以就像天下所有的道理一样、啊、他说哪一个人可以脱离道理呢、啊、因为上人就说人、啊、都不能离开大地，那人也不能够离开道理、啊、他要讲这个道理给我们听、啊、这样好。那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跟道理脱离的，所以法里面有正法，有邪法，有善法，有恶法。那所以我们在人间，我们现在目前行的是不是正法善法？所以因为他第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就是说这个误户愚趣，就是叫你不要再想东想西，不要到处乱跑，跑错地方，跑错道场。所以上老师针对这个在讲，你要走在正道上，不要还想东想西啊、还在跑道场就不好了，或是走错了、啊、选错了、啊、好，所以我们行的是正法还是善法、啊、上来说绝对不可以远离正法，一定要守护在善法，也不可以偏向恶法、啊、一个是你跑错方向道场，一个是跑错道场，一个是跑错方向、啊、你本来应该做行善的，就你自己行的行为当中有偏向恶、啊、比如说你看没有如数，就不没有爱众生的大爱，是不是这样、啊、等等、啊啊、不自觉、啊、无形中就犯了间接的杀生罪，是不是这样、欸、这就偏向恶法了。有时候有些人他会不自觉、啊、不自觉，所以、啊、我们要亲近的就是大爱、啊、如果你心中有无私的大爱，我想就一定会如数了、啊、这是上人所要传递的。结果我就看到很多静思语里面有很多关于大爱小爱的啊，自私小爱充满烦恼，无私大爱清安自在。有没有看到左下角这一章？真正把心打开，化小爱为大爱，视天下人皆如己亲，人生将会更开阔。有没有上来开示很多关于、这个大爱的这个静思语、啊、爱对人生很重要，只要爱的亲近普遍就是大爱嘛，一个大爱就是亲近的爱，普遍的爱。若只对少数人对象、有爱就会很苦，只爱你爱的人、哦、那就会有点苦，的确是这样。好，那接下来看昨天的文、啊、后父告元堕男子，汝常此作误父愚趣。今天是从误父愚趣又开始继续讲、啊、就有这一句经文是重叠的、啊、继续昨天没有、讲得很清楚，今天再继续讲、啊、那误父愚趣什么意思呢？就是定慧均等、啊、则无父昏散，所修皆成，又借其物学其余外道法门，故言误父愚趣。就是说这里、啊、有告诫他，你不要再学其他的外道法门，我们这里、啊、有吃有喝，而且又是安稳之处，很安全、啊、你要在这里好好修、啊、安稳安定在这里、啊、那要什么？就是定慧均等、啊、这样你才不会昏散，才会搞错了、啊啊、而且所修皆成、啊、定慧均等昨天有讲、啊、刚刚有讲一些、啊，那上人今天举的这个海地、啊、我们在海地照顾这些、啊、需要照顾的这些、啊、孩童，因为有些那边很穷没饭吃，有些孩童没饭吃就不去上学、啊、等等，他举这个例子、哎、后来想想还蛮贴切的、啊、那我今天整个对于这个海地开示，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啊、海地虽然很贫困，如果有菩萨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每天可以吃得饱饭，也可以去读书。好，我听到这一句就很震撼，就这跟今天的经文很贴切啊，就是说那个海地很贫困嘛，就像那个穷子，他到处流浪， 有一餐没一餐的，可是他来到长者这个地方，虽然除粪，可是他是不是就每天、可以吃得饱？为什么？因为旁边都有这些菩萨啊，有没有？从当初去、接引他的这个人、这个长者派去的，那就是菩萨、啊哦、那所以有菩萨的地方，有没有这些贫穷的人困苦的人，他就有饭吃，可以吃得饱，每天可以吃得饱饭，也可以去读书、啊、所以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哦、所以这个是上人想要传达，你看他利用海地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案例、我们的做法来呼应经文，非常非常的贴切。在第二句，当家鲁将，刚刚是误父愚趣，现在当家鲁将，
要给他加工资啊，那这个是加工资是一般世俗的啊，就给你调薪呢 啊。那从法上面就是如意关中能发无漏，欲长修定慧，祸业可断，果位自增呢、啊。有有学增进至无学啊，有学无学，待会后面啊上来有开示啊，就有学就你还有需要学的、啊，无学就不用学的，所以无学的境界比较高啊，就你已经差不多到一个果位啊，可以不用再学的啊，那就到，所以从如意是如意观中啊，这个你就可以什么发无漏，就到了无漏啊，无漏是无漏的就没有烦恼啊，那这个。所以你常常修戒定慧的话，你祸业，你这些祸就可以断。我们不是要断见祸、思祸、尘沙祸、无明祸等等。那你这些祸业断的话，你的果位当然就增了啊。那你就这个从有学进步到无学，这样就是什么？当家如家啊，就是你的工资提高，就是你的果位提高了啊。那我们来看上来的开示。上来说有学增进至无学啊，有学就是我们还有法，还有一些法还要去学。无学都全部了解了，那、啊、上来这次举的例子比较高、哦、那有些无学像阿罗汉也是某种程度到了无学，可是他是到小圣的无学。好，那他一举就举佛陀，佛陀当然是无学的，无学就是他的心，他的觉悟哇已经跟天地一体，心脑跟天体合一、哦、还有什么可修的呢？哇这太厉害了、哦、那另外除了举佛陀，上来又举法身菩萨，法身菩萨也是无学，有没有倒数第二行，法身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啊、像 这些菩萨有的文殊、啊、观音都还是这个以前都已经成佛过了、啊、好，所以他们当然是无学。那无学为什么在法会上他们还要来？当然要来啊，要来帮助这个佛陀、啊、来帮助他的道场，帮助他来教化众生、啊、所以这些菩萨法身菩萨也是无学、啊、诸有所需啊。盆器米面盐醋之属，莫自疑难。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有漏无漏、啊、住道正道皆从三四二五七八三十七住道品法开展开、啊、就是那这个前几天都讲过，三十七住道品、啊、是大小圣共修，它是基础、啊、基础就像你做饭、啊、做饭你可能要准备一些锅碗瓢盆先嘛、啊、我们待会来看、啊、盆器，盆器是什么？三十七住道品就盆器，我一开始有讲啊。那这个就三十七住道品这一章啊，就是三四二五七八，对不对？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你这样常常背啊，常常背就会背起来。像我是会背了啊，每个人都要会背啊。就是，哎，你就这个是什么？锅碗瓢盆啊，锅碗瓢盆就好像做菜，像我是喜欢做菜，我这个做菜几十年了啊，就家里都我在做菜。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菜要准备很多盘子啊，不同的锅子，像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平底锅、哦、这个蓝带主厨推荐的、啊、等等、啊、好，那我就会买喜欢的锅子，喜欢的刀子，喜欢的磨刀石、啊、还有喜欢的这些盘子等等、啊、所以锅碗瓢盆这个三七住道品一定要把它备好。所以从我学佛开始我就超爱这三十七住道品了。你们如果上网还可以查到哎，我教人家如何背三十七住道品啊！你们有空自己去搜寻一下好了哈。好，接下来看米面啊，米面是别喻三无漏学啊，资粮等法啊。米面是主食嘛，主食比较少种。好，米当然现在米越来越多种了啊，就是说各种米啊，白米、糙米啊，还有这种米。哎，我昨天还煮了人家送我的那个三全米哈啊等等啊，反正。那、啊、米基本上就很简单、啊、或是面、啊、南方吃米北方吃面，不过现在我们吃面食也吃蛮多的、啊、面条啦面包啦、啊啊啊、主食比较少，它是喻三无漏学，三无漏学戒定慧、啊、这是基本的，这主要的一定要吃的、啊、这个不可少的、啊、好，那盐醋、啊、盐醋就代表所有的调味料了、啊、就是各种调味料，不止盐，盐醋是基本的嘛、啊、盐啊油啊醋啊，像我以前酱油啊酱油我说我有七八种，醋我也可能很多种啊，没有算啊，可能蛮多种啊，最少三四种以上，仔细算可能不止。好，盐我也很多种，我有海盐、盐啊还有各种盐啊，这个湖盐啊各种，反正
而且不同地方产的海盐，反正就很有趣。因为干嘛？因为这个可以合味，哇，可以让味道不一样。我同样一道，我每一道菜，我通常有以前呢，我会加不同的盐，或加不同的酱油，那就或是加不同的醋，它味道就不同啊。或是把两三种混在一起，让它调和。你看我现在在讲烹饪，这个烹饪不能讲太多，继续讲。他说合味，盐醋代表什么？六合敬。六合敬就是你要互爱尊重。你看我太太常形容我做的菜，到最后哇，那味道还有菜啊，我有时候把很多种菜放在一起，那我暗中也把很多调味料放在一起，就全部调和，你要吃不出这个谁是谁，但是很好吃，很调和。好，那 我喜欢唱那个，就好像那个交响乐，这样。好，偶尔当然会有比较简单的，简单版的也可以。好，由于诸法均调适中，此属正道，所以就大家互相尊重，互相调和，那当然是正道了。这个那整理一下，盆器米面盐醋之属，盆器就是善气诸道品，米面就是善无漏血皆灵慧，盐醋就六合敬，待会会再详细讲六合敬。我们来讲六合敬，合敬合同爱敬，那能外同他善谓之和，能自谦卑谓之敬，这两句很重要。那今称身为六合敬，就是和合生这样。好，那这个外同他善什么意思呢？哇，如果看到人家好的，这个好，这个好，对不对？那不用坚持，我觉得我这个意见比较好了，好，你要不要参考看看，或者用我的，你这个不是很好，你的缺点是什么？这样就不适合了。如果你看到人家的，自己虽然也不错，可是看到人家的是什么？会同意或是会认同，你这个赞，你这个很好，哇，人家听得多高兴啊，对不对？如果你的好，我的也很好，就用人家的。这我常在教那个管理的课，我都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看，如果你的好，我的也好，那我就用你的，这叫外同他善。要做到这样其实不容易，可是这是和，和啊，这个家和万事兴嘛，这个和很重要啊。内自谦卑谓之敬，要缩小自己，要谦卑、谦虚啊，缩小自己，不要自大，不要我慢，谓之敬。明明我就比你好，比你高，比你什么，可是表现出来是我尊敬你，我尊敬你的一切，尊敬你的人，尊敬你的想法啊等等啊这些，哇，所以那这样的话叫做敬啊。可是要做到这样的话也是很不容易，但是它是必要的。人与人之间，上来说修行，你看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你就要合敬，合敬才会什么，那个味道才会好啊。好，我刚才不是在讲那个烹饪啊，烹饪的话如果没有这些调味啊，味道就不好。调味，那如果调味里面有谁，像有时候有些调味是比较重的啊，那些他就抢到别人的味啊，他就比较不合啊。那我们就是用单独的一种啊，当然要搭配其他的，只是说就以他让他做主角吧，好，等等好。那所以合敬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六合敬。第一个，身和同住，身体的和平共处啊，那就因为住在一起嘛，所以要和平共处。第二个，口和无争啊，语言的不起争论，就是不要吵架啊，不要争执，不要冲突，不要争吵啊，不要在那意见僵持不下啊。再来，意和同悦，心意的共同心悦啊。那上文在开示这六合敬的时候啊，他对三四五啊，他开示比较多，我就摘录他的这个三四五就好了，要不然讲不完啊。意和同悦，上人说大家欢喜，你精进我也精进，我们彼此互相勉励精进，这种意和同悦，你看到我欢喜，我看到你欢喜，尊重你我，大家都很精进，这样欢喜是大家心意共同的心悦啊。上人讲得很好，但是我把它画成图你比较容易懂。意和同悦那个悦字啊，它英文是 delight。我们常说做服务业啊，人跟人之间啊，服务业，你看我们去饭店啊，去超商啊，去卖场啊，去游乐场，有没有？有服务人员会服务我们啊。那以前我们在教服务的时候说，服务以前说要做到顾客满意，后来有学者提出来说，满意还不够，要让他愉悦啊，
要愉悦的顾客，英文叫 delighted customer， 要让顾客愉悦不容易，好好，那上来讲的就是愉悦。那他提出四个 key， 彼此欣赏，彼此勉励，彼此尊重，彼此精进。如果你做到这四个，就会彼此欢喜，欢喜就是愉悦的。好，欢喜有很多字啦，欢喜是 happy 啦， joyful， 这些。那你要到 delighted， 就是悦，喜悦，愉悦，就是还你彼此欣赏，彼此勉励，彼此精进，彼此尊重，那就产生彼此欢喜，那就达到愉悦的状态，就意和同悦。哇，所以我说上来开始的非常好啊，大家要把愉悦这两个字记起来 ，delight， 好 ，delight， 那形容词加 ed 有吗 ？delighted customer， 在戒和同修，这个戒律的共同遵守啊，那戒和同修上来也觉得很重要啊。他说这个戒律共同要遵守戒律啊，戒定慧嘛哈，还有戒啊，守戒，修行守戒是肯定要的。他上来说我们是一个这样大的团体，人人若不共同守。不共守戒律，这团体会乱，那肯定的，所以要好用心遵守戒律，这样才是在修行。没有戒，根本就没有不算修行的哈。那我这里写说，戒和同修是什么？就是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团体或团队里面啊，它有三个共识很重要。第一个是对目标的共识，第二个是对方法的共识，第三个是对游戏规则的共识。这三个共识都有的话，这个团体才会好，才会强。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那整个六合境就是一个共同大的游戏规则，那大的游戏规则都要遵守，那戒和同修更是一定要遵守。再来见和同解，见解的完全一致，利和同均，利益的一体均沾。那见解见和同修上来也有开示，我们的意见要合啊，大家讨论，怎么做，这可以大家共同来做。那不要有我的意见，就是每个人的我的意见多了，就会事情很难做，就冲突啊，争执就出来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要缩小自己，不要我的意见就缩小自己，诸法无我嘛。那再来就是就做到见和同解，就是共识，从共知到共识，最后才可以共识。上来后来又讲共知共识共识，所以六合境超重要的，就是说它让团队的运作起了一些化学变化，就是因为我说烹饪就是物理变化加化学变化加上艺术，这三种。今天好像讲佛法也讲一点点烹饪，本来我只是讲管理的，我加一点烹饪比较有味道，比较好像那个盐醋之属有没有，它这个味道会比较香一点或比较特别一点。好，六合境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有没有看到前面三个怎么背呢？三个就身口意，因为这个顺序，六合境的版本也非常多，那顺序也不一样，不过这个顺序比较好，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记，身口意加上戒，这前面都是四个都是要先，把自己顾好自己的身口意，遵守戒律，在人与人之间要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就这样，所以说怎么背呢？背顾好身口意，遵守戒律，这样就背起来了，这全部是自己的。然后人跟人之间呢，记住见和同解，缩小自己，不要争，这个对不对？那再来最后 ending， 就是说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就可以做到利和同均，利和同均是结果，所以的利益，是一体均沾的，这样就很好记。那我另外再补充一点管理，因为平常都教管理嘛，就以前我就想到，这个那么多桶，那管理里面有个四个桶的，就是说目标共同定，资源共同分享，问题共同解决，目标共同这个最后是资那个成果共同分享，我第四个打错了，待会回来要修改一下，目标共同定，资源共同分享，问题共同解决，最后成果共同分享。好，那成果共同分享，那这个里面，我们目标共同定，那很简单，修行的目标就修大乘法，行菩萨道，要成佛，这没问题。那资源共同分享里面，因为 这四个是美国管理协会他去调查这些500大企业成功的，他们的用结果用统计学去调查出来的。那佛法里面他这个，所以这个四个共同是组织层次企业层次比较
这个层次。那六合敬它是团队层次，在一个团体团队里面，好，那它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你看，要资源共享，你要什么？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技合同秀，才能共享资源，接下来才能共同解决问题，最后才能共享利益，有没有？结果，这个是共同分享的。好，所以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技合同秀，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像举个例，就是说我们如果去花莲或去在进士堂，一般是花莲比较会住在进士堂里面，住比较久。好，营队嘛，营队里面有时候为了早点睡晚点睡，要不要开灯，早点起晚点起，开灯几点可以开灯，几点可以关灯，几点哪时候可以讲话，我跟你讲就有人会意见不同， 就会吵翻，不是吵翻天，就互相抱怨，这个我就遇过。好，那这个所以光是一个身合同住，大家都要彼此互让，这个要合就对了。好，我们来看言处之属，此属助道，如米面难食，须言处合之，辟正道难显，须助道佐之。刚才讲那么多有吗？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因为米面戒定慧啊，或团体里面一起共修，对不对？如果少了这个刚才那个六合敬，你知道会怎么样？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然后你正道就难显了，你道业就不彰了，因为光是在处理人的问题就处理不完了，还修什么道，还做什么事，对不对？好，此等为修行见道所必须，故言诸有所需。对，所以诸有所需呢，这个米面盆器米面盐醋之属通通帮你准备好，你不用莫自疑难。那上人最后就跟我们讲，他说常常跟大家讲，大小圣宗都要经过三十七助道品，还有四谛十二缘，最后呢就是六波罗蜜，对不对？四谛十二缘六波罗蜜，这常常讲。那三十七助道品是基础，所以这四个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基础，假设是三十七助道品，这是地基，在四谛十二缘六度，这样小圣、中圣、大圣叠上去，三十七助道品当做地基，好，这样四层。好，那这个上文说你一下子要给对方六度，没法度了，一定要什么循循善诱。所以学佛要什么？要用心。要学谁呢？学佛陀，像世间的慈父，他这么呼唤我们，疼惜我们，他有个大爱的心。有时候劝教、劝戒教导，有时候用爱语，这种大爱等等，他这么教我们都是什么？就是不忍心我们什么在那边散漫心啊，在那边散漫啊，在那边懈怠啊，这是他最担心的。要我们永远修戒定慧，永远就恒啊，恒修定法。如果你去看手札，我后来发现，这个永远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恒修定法，那个恒，法是永恒啊。戒定慧这个基本的法也是很基础的，非常重要，恒修定法，永远修戒定慧，让我们才能够走在正道法上。这是佛陀殷殷叮咛，也是上人一再殷殷叮咛教诲我们。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时时多用心。希望今天出了这道菜，大家会喜欢有一点不同的味道那未来再出不同的味道的菜但是都是要是正道法就对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